观众朋友，带你来关心气象。苏德勒的圆盆从轻度台风转为中度台风，而目前距离鹅銮鼻2500公里。中央气象局预测苏迪勒呢持续增强，也发布海上警报的机会变高了。预计呢周五开始，台湾东方海面将会受到外围云系影响，北部还有东半部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。接着带你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